比如说今年比较凶的位置是北，向北如果这里是房间睡房，因为睡房是我们最多时间在里面的，最少八个小时在睡觉嘛，所以那个我们很注重的，或者是佛台，或者是厨房，因为佛台跟厨房都是财位，财位的地方 OK， 所以就是好的常常在的地方要旺嘛，那个地方 OK， 所以就要化解，因为这边今年两个煞在那边，一个是三煞位，三煞位就三种煞了，还加五黄大病位，哦，所以在北啊、哦、要额外添加三煞，可以用罗盘来化解，跟或者是同啊、这个麒麟加龙龟，这个是三样东西在一起，或者一个罗盘来化三煞，其中一个就可以了。啊、哦，那么呢，五黄呢可以用。六地钱，铜铃没有过了哈，去年有买到铜铃，有买到铜铃的可以放这个地方，如果这个地方你觉得叮叮当当不方便的话，你就可以挂六地钱，有些房间呢这个叮叮当当会响啊，你就挂铜六地钱呢 OK， 因为这两个今年最注重是这个位置，因为最凶，然后这个位置不是靠动工啊，装修啊，要装修要选好的日子，真的如果可以等就等下一个流年。